在马车上。你要那么直接吗？要的。我在马车上，你看我的马在跑。马妈在跑。好，你们的声音都进来了，我就不用锁了。喂，我是李思雨。很累劲，妈妈好。然后是盖住了马夫的声音。上山喽。哎呀。阴凉了，阴凉了。好大的屁。鼻子这边好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。